天上飞的是什么？鸟儿还是云朵？你别叫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想决定每日玩字图，让一双臂。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。当妈妈从沙发上掉下来，若有一天你离我远去，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。没有了你，像个太阳星星。当爸爸从沙发上掉下来，我们不一样，真是高手。哇，真是高手，真是高手。这菜怎么做的呀？怎么了？不好吃吧？这叫不好吃吗？简直太难吃了。走，今晚要不咱吃火锅去。走，哎呦我的妈！咱俩去吃。现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，小河流流流流流，我吃了吃，吃了吃，大，哎呦我的妈，脑瓜子够嗡嗡的吧？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，河流流流流流。哎呦我的妈！
家的门前有一头肉牛，喝牛肉就得钱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我放两瓶，你放两瓶，这四瓶归你，这三瓶归我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今天在乐看吗？日本人。真香、啊！嗯。哇！哎呦我的妈！滚！你别笑！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！听说这个姿势是要招二胎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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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完了？